我代表他的话语，聆听他的智慧之声。是因为他还活着的关系，我们要有同理心。被诅咒的灵魂，欢迎来到瑞文崔斯，你赎罪的最后希望。我们会向你介绍这边几十新来的灵魂，必须先了解这里是充满折磨和赎罪的地方。别害怕，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的罪孽石，通往救赎之路确实是可以达成的。每颗罪孽石都代表着每一个来到这里准备赎罪的灵魂，他们最后不是离开这里，就是成为范希尔族的一份子。做最后的审判，他掌管这里的一切，来看看也能决定哪些灵魂能成为范希尔族折磨者和弑罪者。最优质的商品都在这里。
戴纳瑟斯王期待我能安排你们会一班人来吧，我们离开这里。你想必听说了林霍干旱对我们造成的影响，我们带着尊严来面对这个挑战，也支持主宰的决策。瑞文崔斯坚不可摧。公务大臣，前面有些骚动，好像有人在打架。一群反抗军，直接碾过去或撞下去都可以，他们才不敢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凡人不能沦为主宰的另一个傀儡。叛徒，他也是你的主宰。立刻放了我们！遵命，公务大臣。就算牺牲别人的左眼，我也想亲眼看看你见过的国度。英草，你去找其他人，我来把马车修好。小心别被吃掉了。凡人，过来这里。生前我无懈可击，死后我所向披靡。眼观四处，耳听八方，不要露出一丝恐惧。太好了，终于自由了。来吧，我的新朋友，我们来大开杀戒，杀什么都好。时尚进食，我没有见过这么多。
我的刀剑任你差遣。如果遇到什么刺激的事，一定要跟我分享。误认居然肯赏脸，我们的冤猴行者是从哪个牢笼把你救出来的？哦，你懂的，这个牢笼待腻了，我就换一个。宗师，我们今天去哪里？你是来找工作，还是来打架的？宗师，祝您好运。猿猴变得越来越大了，是你干的好事吗？行行，我们得暂时道别了。也跟那些坏老板说，因为我有个仇要报。欢迎来到瑞瑞崔斯，你要好好活着。是你赶来的地方吗？保持警觉，德瑞文和他的手下可能还在附近埋伏。德瑞文是少数幸存的反叛军领袖，有些不忠的范希尔和食猿魔觉得灵魄干旱是主宰造成的，荒谬至极。来吧，我们接下来用走的，我不太喜欢被抛下悬崖的感觉。我为主宰效命。那些关于干旱的谣言，是哪个老板派你来的？这场干旱会要了我的命，别相信任何有翅膀和利牙的家伙。要相信主宰的安排。听好，你这个丑八怪，把马车驾驶到另一边来分散注意力。凡人，我们要分头行动，才能增加对方追捕的难度。你可别太快死。
欢迎来到瑞文崔斯，不要相信反叛军的谣言，瑞文崔斯坚不可摧。那些关于干旱的谣言真是太夸张了。暗影村，这里谁都能来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至少在城堡那边还算是有在做进出管制的。